台湾魔术圈的传奇人物啊，你说这个真厉害，他叫刘董，这个非常的这个神奇人物哦，来教的，就是他来教我们变这一套魔术。那今天呢，我把他呢教的这一个表演呢，表演是给同学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首先呢，他有一条短的绳子，然后呢，有一条长的绳子。然后接下来重点的是，好，我的，一长一短的绳子呢变成两条一样长，接下来把这两条绳子呢绑起来，好，绑起来，接下来。等等，好，变成一条，好，接下来打一个结，我操，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。哦，好，接下来重点来了，好，感觉是脱身解气，等等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接下来还没结束，第二阶段的表演，好，还是一样，一短一长，然后呢，还是一样。先把它对折一下，对折一下，两条，再确认一次，一短一长，两条又变成一样长。好，接下来，这太诡异了。哦，有看到吗？好，看到什么？把它。绑成一个圈圈，啊，绑成一个圈圈，啊，绑成一个圈圈，好，嗯，哎、欸，你不要骂脏话，你是骂脏话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他刚，他有，他那句脏话给他弄的神仙，好，接下来。哦厉害的哦，接下来厉害的哦，圈圈，好，这个先收起来，好，收起来之后呢，噔噔，好，接下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这个。